进行哦，再装回去，啊有坏掉的部分啊，我会帮他补回去，弄到这灯可以亮啊，或者是门坏掉。劳工界的朋友除了有一技之长赚钱养家之外，业余的时间更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艺协助弱势朋友。新北市89个工会所组成的新北工会行善团，这几年来默默努力，带着善心协助弱势家户，获得劳工局颁奖肯定。木工这些都是属于专业的工会，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专业的工会来协助我们所有的这些弱势民众或是弱势的团体来进行居家的修缮，或是像头发的意见，或是甚至按摩之类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工会优势的所在，也我们也期望是说这些工会能够把他们的专长把他们的价值发挥出来。有些老人哦，做一些修缮啊，做一些服务，心里会觉得很高兴。新北地区我看到还是蛮多的，我们接下这个 case， 尽我们最大力量去做。弱势家户在哪里，哪里有需要，新北市工会行善团就会及时送上爱心关怀。这几年总共出动2600位志工，提供修缮、验光、配眼镜、一剪一烫等服务，以他们的本业职能及资源，让弱势族群得到帮助。所有的总工会能做这一方面的来服务，召集这些所有的，不管是油漆工会、水泥工会，还是铁工、钢工工会，出一点力量来为这个社会一个小小的服务。新北工会行善团101年成立，以劳工朋友的专业加上爱心，逐步完成多项行善计划。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工会投入，让爱的行善更有力量。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社会上